准备好就开始啊。问点简单的 ，OK 了。啊，发通报。哎，我。有吗？有，行。啊，我想问你，这一次香港之行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吃的、玩的、送的都可以说。嗯，都挺深刻的，我觉得。等一下。没有，我们不可以出去。时间很紧张，是安排还是紧张？有没有私人的这个逛街的时间？美包。请问这些对访港三天有什么感受吗？对香港市民有什么临别的赠言想分享？我觉得他们很热情吧，我觉得。然后因为我们每次来回都有很多的粉丝都在外面吧，然后外面挺晒的，我觉得也很感谢他们喜欢我们吧。孙导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会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把你的教练当作你的榜样去赛一下，连拿两块金牌以后你放心吗？下一届我还不确定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我先做好自己吧。好，等想一想，就是有什么话想，就是跟香港市民还有这些青年学生讲一讲的。祝他们工作顺利吧，然后不要有压力吧。想问一下，你刚才提到就是没有希望大家没有压力，但是大家觉得你在决赛的时候压力很大，你是啊还好吧？怎么样能够做到世界第一了呢？是这么多元素，这么多因素里面，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因素？心态吧，心态好吧，我觉得，心态放平一点，开心一点呗，就没有想太多吧。你们上吗？哎，欧总，你好，红茶。昨天看到那个马龙带着您买了一杯奶茶，您喝那杯奶茶心情怎么样？看到事情有点小惊讶的样子。你说实话，那杯奶茶那个是果茶，一般，不是特别好喝。总好。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面对压力吗？跟香港的混动员。表演，你觉得香港会这边的素质怎么样？素质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水平，对，挺厉害的，比我们跳的厉害。你好，我是有线新闻的。今次来香港有很多粉丝，你觉得粉丝会有一点疯狂或者太多吗？还有就是你昨天还有很多人听到你说广东话，你有什么说？话可以用广东话跟香港人说吗？那我还不太会讲。广东话你昨天说了恭喜发财，你今天可以再用广东话跟香港人说吗？怕我讲错了。你可以跟香港人恭喜发财。那个我昨天已经讲过了。还有其他东西，就是你新年的时候也可以说吗？我讲家乡话的，我一般不怎么讲啊，我很少讲的。没事，讲一句给香港市民讲一句就行，不用广东话，普通话也行。祝大家中秋节是吧？是吧？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。最后一题，TVB。哦，你好，吴凡，就是因为这几天，其实你每天都在上这个新闻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的压力呢？不会啊。但是会，就是因为香港的媒体，就不光是媒体，然后群众都对你的关注特别的多，那你自己就是心情大概是怎么样？很开心啊，没什么压力啊，我觉得。啊，我们吃饭去喽。